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呢星期一啊，要介绍这一首歌，就叫山好歌啊。那伴随着这一首山好歌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我们刚前两天啊才圆满了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渥太华地区的山好儿童夏令营啊，虽然是在线上举行的夏令营，但是呢超乎所有不管是参与的老师啊家长，包含这次从纽约啊多伦多几位法师还有青年朋友说是观摩这样在线上来观看，都非常的惊喜就是说没想到线上可以这么样的这么精彩那特别呢，我推荐大家看一下当然我们的方圆也可以把我们放在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们智南老师智南师姐她写的一篇非常非常有画面感的整个活动的总结报道那推荐大家看那当然我只是稍微从中稍微选一点点的内容，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也谢谢所有辛苦参与的老师们比如说智南师姐在里头写到了说这个夏令营它其实整个的筹备幕后台前幕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分四组，那第一组当然是法师们参与整个的方向的这个定位，那其中当然特别要辛苦我们的当家智印法师他是真的陪着整个工作团队那从我们定下这个大方向就是他就是佛光山的办的夏令营，他就是要让小朋友们亲近三宝熏习佛法，然后学习三好那就是一个这个方向定位那然后呢就教师团队了当然我们的营主任呢莉迪亚师姐就是云燕老师云燕老师他本身呢是在渥太华教育局办的中文学校的校长，20多年的教学经验哎呀，他对那个小朋友的那种那个叫同事社真的好可爱教学者应当如是就好像妈妈在带小孩这样子然后淑珍老师本身就是 Algonquin College 这一方面的专门的教授所以真的是很强棒的那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有教师资格的这个孙俊会长啦还有你像我们的王瑞师姐，她也是IT 这方面的专长参与非常多王瑞老师还有我们的瑞芝师姐啦还有智南老师等等那么这个是这个教师团队那另外呢还有年轻人这次加入的这个担任叫做小助教这个助教的这些青年义工像柯安啊 Molly 啊Elsa 就是佑馨啊Betty 啊然后两姐妹啊Shuttler 还有 Serena 另外呢好厉害的那个 Jessica 她画的那个佛陀传她来告诉小朋友她怎么制作，怎么样进行非常好。另外还有晨晨也很棒的就参与这个其中的这个助教工作那么这个是特别在这个教学方面有教师团队，有助教团队，另外还有我们很强的这个 IT 团队因为现在就在线上嘛所以就我们的方圆还有我们的淑珍老师那当然后面还有王瑞老师加入就是在这个 Zoom 的这个空间里头，我就看先小朋友来报道了，跟师傅们问候了，然后老师讲讲话，然后就分班了到不同教室了然后哪一个小朋友跟不上了，或者掉线了，或者遇到哪里有困难停住了马上这个 IT 团队就要出动去处理一些困难如果真的需要个别的小助教马上一对一就跟上去让他们又可以再这个跟回来这样子
啊，这个 IT 的团队真的很重要，所以这次真的是大大的发挥了功能哈。那然后呢，我觉得他写的那个描写着小朋友，看到这个，比如说有时候我偶尔去上去跟他们 say hello 这样哈，因为他们好可爱，我在那里看他们，马上就哦，师傅来了哈啊，就哦，师傅长师傅短，很开心啊。还有小朋友，我已经要去忙别的事了，他就在提出说，我可以看师傅多一会儿吗？啊，甚至有小朋友说，我可以去师傅的家吗？啊，就是去 temple 啊，哦，这好可爱哦，就，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星期哦，就是说，真是辛苦了，这是工作团队、教师团队，不然我们在旁边其实一直都是听到他们很欢快的声音啊，那带给我们整个这个法师们也都是很 happy 的哦，所以不要说小朋友舍不得结束，我们也很舍不得，也很希望哦赶快啊再有啊这些小朋友的活动哦、啊。那特别他就是说智南老师他写的有关小朋友上课这一段哦哦，我真的觉得就好像在现场里头哦，有什么班有什么课哦，这一些我、哦、真的是推荐大家要看一看哦。那所以小朋友在结业典礼的时候呢，除了颁发有好多有得奖的哦，有的小朋友真的太可爱了啊、哦！我不晓得在今天的话这个视频里讲多少可爱。待会儿呢各位会看到哦，在播放山好歌的同时哈、哦、就是会有他们上课的作品呢、啊、或者是他们的画面呢、啊、哦真的是不要说我说可爱，各位看了也会觉得真是太可爱了哦。好，那另外呢这同学的小朋友的分享之中啊、有一位啊郑凯同学呢哦他是分享到说他以前因为不会讲这个，就说他不喜欢唱歌啦，哦，那但是现在他很喜欢唱山好歌啊，他爱上了唱山好歌，爱上了唱好时节这首歌。他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啊，这小朋友很有智慧哦，他讲到重点了，平安啊，尤其在现在啊，或者说未来，其实一直以来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啊，只有实践山好。这个人生才是最美好的啊！好，那么我只是这样子，我没办法全部念啊。其实我这是第二次录影，第一次录我真是全篇把它录完，不过太长了啊，都十几分钟了哈、啊，所以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就请大家一边啊欣赏啊，这是很愉快的山好歌啊，歌词很重要哦啊，不要说小朋友要行山好。我们大人也是一样要行善好的，同时呢也来跟着一起来分享我们第一届的渥太华佛光山山好儿童夏令营这些老师跟小朋友们互动的一些在电脑上截屏下来的精彩画面我们也一起跟小朋友们学习，祝福大家，阿弥陀佛。人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人间最美好是三好，人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人间最美好是三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与如东阳，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业清净真正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与如东阳，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业清净真正好。世间三好最重要。
口红真好心。平安就是我们的明天吧，人间最美好是善好，人间最美是善好，做好事说好话真好心，平安就是我们的人间宝，人间最美好是善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语如东洋，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年清净真正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语如东洋，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年清净真正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语如东洋，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年清净真正好，做好事举手之劳功德妙，说好话慈悲爱语如东洋，存好心诚意善缘好运到，三年心情真正好，世间三好最重要。